天宝妈妈爱你，这么突然吗？这么突然？前几天去过医院吗？不是我去医院，是你们前几天去医院检查了吗？然后今天就是说妈妈爱你，留遗言呢，不要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哼，感觉妈妈爱你送的火锅，星星被冲烂了吗？星星，那 活该哦，关我屁事。我也每天都被冲了一样的，赢了说我混，输了说我菜，没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优势的时候，控龙是队友线上有优势，我能控龙；劣势不控龙的时候就说我太菜了，这句挺好笑的，这也可以传送。一个人能说出这种话，就同一个人能说出这两句话，就说明该入土了。我也没怎么冲浪，我就偶尔看到的。我最近都不想冲浪，大家都太针对我了。至少啊，在我的直播间，我不想看到骂我的。至少你们，至少要跟我双排的那个人吧，节奏核心，大家都把他给冲了就行。最近节奏很多，我像是处在风暴中心，你知道吗？跟星星聊一下，分享一下带节奏的方法，乐在其中啊，乐在其中。我也被冲了，我只能说为自己狡辩一下，就是寒冰皮肤有 bug，那个东西 R 跟 E 分不清楚，不好意思哦，为自己辩解一下，皮肤 bug，从来没见过那个皮肤，射出来的东西不一样，蓝色的皮肤射出来是黄色的，射出来的是蓝色的，它射出来的是黄色的，吓到了。我揍不到他屁股，我的拳头。哦，舒服了，正击他的屁眼，直接击碎。打峡谷先锋的屁股不是会打得更快一点吗？鱼玩家吧，打他屁股怎么了？还有些高天亮啾咪送的火锅，啾咪是啥意思？哇，好恶心！我操，别刷了。听说你最近热度很高啊。你能说确实？就那个 TP 的那个啊，TP 哥，那是那 TP 哥挺多的呀，TP 一下就变成 TP 哥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，我没有任何立场，不要带我节奏。波比打野对面，也选瞎子吧。不让我选瞎子，我选什么？我只会玩这一个呀。你有开播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开？被冲怕了吗？我昨天开了呀。是啊，你今天为什么不开？播完了。播完了，我也播完了。那你真勤奋啊！要不要去给你刷点礼物？免了，别把牛引到我这里，谢谢。你应该挺想赢的吧？我看。还好吧？你是暗示我要赢这个波比，还是说我想赢这局游戏？这局游戏。那我理解错了，把你想的太片面。我永远是胜利至上。能让小纵开直播吗？小纵怎么不开播啊？小纵。开不了。为什么？害怕了吗？这样就低头了。直接从我昨天下播的时候看到禁言名单，禁言人数高达2000多，这应该不敢开播吧？这有什么？禁言人数高达2000多，乐观一点，这都是必须经历的事情。这个暂停当时也不是我打出来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才不操，你怎么打暂停啊？就是你应该也知道，在比赛的时候暂停一个小时的感觉吧。要死的一样，我应该经历过，我只能说我经历过，之前在苏宁的时候经历过。那把猪妹明明甩了个 R 出来，下路里面全被你甩死了，结果时光回溯你不甩那个 R 了。我好像没有回光时光回溯那个时候。时光回溯了，有吗？本来是你甩个 R，然后甩出来你们下路两个人都要被你甩死了。没有，那个时候是我那个鼠标右键不动了，你知道吧？是的，你也是个鼠标队。不是，那个时候真的是鼠标右键不动了，然后整个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？不止半个小时，我当时都睡。确实不止半个小时，我只记得真的很久很久。我当时一直在看狼队的补刀手装备，分析了一个小时。这么酸别人，你记得也太清你应楚了该吧？是时光回流的初代目吧？没有吧？那个也就那么前面也就一次吧，一次还是两次。啊？你记太久了，这是最长的。那不怪我，我就说我鼠标有问题啊。鼠标有问题，所以你个 R 把自己队友摔死两个嘛。不是你，
他那个回放的时候看那个鼠标确实是不动了呀，就是他但是你的 R 不是重了吗？是他就是不是鼠标不是 R 重不重的问题，是真的那个鼠标重了之后我人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鼠标不动了。就你的 R 本来是没往人身上甩，想清个兵然后让下路走的是吧？不是啊，不是那个 R 重不重跟暂不暂停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个暂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丢完大招之后我的那个鼠标不动了，就动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卡在那里了。然后什么都没发生。难道这种东西它不会暂停吗？可以暂停，我知道是可以暂停。那时光回溯的就回溯了呗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那盘后面我是用他们官方的鼠标玩的，贼难受。我经历了。就因为你那次之后，所以说以后每次比赛都要有会用鼠标键盘。对，让你检查键鼠。又是我开创的是吧？是的，老开创的。哎，不是，那个时候太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卡了。那个鼠标真的那天还好好的，就玩那个就比赛之前还好好的。没事，不用解释，我们都懂。真的时光倒流了吗？没有啊。这次好像 LPL 不是 LPL 就是不用带两套键鼠去，他只是需要检查一下，你不用带两套啊。那个世界赛才用带两套啊。哦，你没去过哦，不好意思、啊。没去过，我的键盘上面都绑着两个名字。哎，那种小就是不是那个你知道吗？不是最关键的那个，不是最关键的那个。那你这样说 K 皇也没去过。那、啊、他没去过怎么了？我就说他没去过没问题啊，就是没去过。而且关键要今天开团了吗？送什么法师、啊、是没去过，那又没说错。我没说小比赛，我只是说没有最不是那个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非要说是我改变的规则，那就没办法。不是小比赛，我的意思是不是那个每年最重要的那个？每年重要的是两个。哪两个 ？MSI 呀。那个不是没了吗？那不是都没了吗？那没办法。没了，只是刚好没了，只是今年没玩。那个你也没去过呀。但是本来可以去的呀。这样算的吗？行，也能这样算吧。这样真的好笑吗？哦，其实对我来说还挺好笑的。确实挺好笑的，是挺好笑的。本来你不能去的，结果你也去了，哈哈，是我也笑出来了，我笑的。那我怎么第二名啊？啊？第二名怎么说出来这么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那我是第二名，那你是第几名？你是第四名是吗？我没有自豪，我只是说出来了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讲一下还不行？我怎么是第二名啊？但是我是怎么进的决赛来着？忘记了。感谢高天亮今天开团了吗？送的魔法师。就像去年一样呀，去年我也是第二、但是我现在也不好意思说呀。啊，去年什么时候？去年春季赛呀。是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到呀。会有人记得亚军？没有人会记得亚军是谁。进决赛的。你应该懂这道理吧？没有人会记得亚军是谁，就只记得冠军。我自己的呀，就跟你记得你是第二一样。哦，我是第二，你也是第二，那不就没问题了吗？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呀。但是你不说我真的忘了。没事，你现在想起来就行。现在我们是平等的，我们都拥有一个 LPL 冠军，这你没法反驳吧？我不用反驳呀，挺对的。我甚至拿过三个季军，哎，两个，多算了一个，两个，差点把夏季赛给预支进去了，一不小心把夏季赛预支进去的，不好意思。我还没有说最重要的那个呢。是的，我的王炸还没出呢。你这些都是四个 K 这种。四个 K， 那你告诉我四个尖四个二。那这么说吧，讲道理的话，夏季赛的冠军应该比春季赛的冠军含金量要高一点吧。但是、这没问题吧？这样的话，那四个尖和四个二分别。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，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。那这把能不能自证？我南湘菜又不是不知道，不是大家公认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不是说你想赢吗？我很想赢啊，本来就是啊。那我玩啥不能赢啊？感觉辩论鬼才高天亮送的火锅。哎，我感觉你用这个皮肤跑步真的像一条狗。你开 Q 的样子真的像一条狗，再开一次好吧？但是这个英雄本来就是个狗呀，你为什么要为难他？他是熊，狗熊呀，熊，别人主职是熊，
就像你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你也是人一样。这就很不好笑了。这句还不好笑，这句我想了半个月，冷知识和主播双排过的都被冲烂了，活该。哎，你微博应该快被骂出红威了吧？喂，他到最后说的吧？没有啊，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各位，他在说话，我直接退了。他想跟你们说话，我直接退了，这也过分啊！肯定不是夸你们的，所以我直接剪掉了，怕你们生气。我像个圣人，我的妈呀，还叫小仙女，太恶心了吧？能不能有点逼数？我是真的从来没夸过你们，我为什么要夸你们？不是我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，我需要夸一下，夸奖一下别人。